当一个人真正想改变世界的时候，才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。圣女为民众付出了一切，可换来的却是无情的镣铐和绞索。世界如此混沌，它既不公平也不合理。它迫害英雄，滋养恶累，丑陋遍地，美好无存。世界的恶意就有恶人来斩断了。这是他和明天之间的距离，这是世界对他的无情反扑，但他的性命绝不会因此放弃。人一旦魂飞魄散，就无法再起死回生。世界允许意识匹配新的容器，却
且不允许容器收集小三的意识。想要成就唯一的他，我只能在过去创造出新的可能。将是属于他的时空。Over.